那怎么总让我7点钟睡呢？早点睡早点起嘛。那你看你昨天晚上睡得晚，今早起来了吗？起来的早，老师说了我们必须得保持10个睡眠，你们让我7点睡觉，那得10个睡眠起来呀。对呀、啊、那8点才能，必须得8点才能睡觉，10个睡眠，保持10个睡眠。那你8点睡觉，你早晨哪次不叫你起来一更更？8点睡觉比较好，我们班全班小朋友都8点睡觉。那你8点睡觉，你早晨6点钟叫你起来吗？起来。哪回叫你起来了？那我昨天几点钟睡的？你昨天都8点多快9点睡的，你今天早上叫你起来费不费劲？你自己说。没费劲呢。怎么没费劲？叫几次？叫2遍呀。你再说说。真的。赶紧吃饭吧。我自己听着就起来了。快吃饭。哎呀妈呀，跟你说的没完。跟我犟嘴，好像能犟赢似的。我都出汗了。那你怎么不脱衣服呢？一会儿下去。一会儿下去干啥呀？玩雪。你自己去吧。玩雪还得写日记是吧？是吧？你咋说？老师跟我说的。那老师今天说没说有一个小朋友他今天不来听话？天天都有。那个小朋友就是你是吗？不是啊，今天那个音乐老师给我表扬了。哎呀，说我一站站听课。是吗？音乐老师啊，真棒。别骄傲，继续努力啊！快吃吧，姑娘啊！咱们打雪仗的啊！啊，不带剪的啊，不带哭的啊！能、啊、剪。我给你埋里，一出来就撒欢儿了。哎呀！哎呀呀！哥拉哥家呀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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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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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！太开心了。我给你们整一个小白兔啊，我看那个抖音上的，那小的白兔啊，完了又怎么？小白兔咋的又怎么？咋的了？这是啥呀？啊，小白兔啊，这是两条腿对吧？对，这是两个手，对啊，这是耳朵对不对？对，你看看它跳的对，就是血有点太厚了。你不好吗？你不好吗？啊？不好啊！哎呀呀！哎呀呀！姑娘，慢点。毛巾，世界高了，你毛巾，是啊，是啊，世界高了，你毛巾。姑娘，晚上别尿炕了。